大黑猫白烂白烙印的真实案例。哦，所以对手那一张灰后来是白给的哦。这一张灰很明显是白给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赚到对手一张灰。现在先抽嘛，然后变身再抽。其实要灰应该灰绕印融合啦，不过没差，他有魔纸啊。他那个烙印开幕也是为了救阿贝尔，救阿贝尔也是为了拿融合啊，他就是没有融合啊。他有融合的话，干嘛救阿贝尔？他有融合的话就不用救阿贝尔，他就是为了要拿融合才救阿贝尔。准接丢狙，标准操作吧。全程黑猫摆烂，更不要打。管你怎么斩，关我屁事，对不对？脑袋记得打，一刀一个，压身。贺绕，贺之胜，你回首。君だけの。我后来把拮抗拔掉，我觉得拮抗没有用啊。他开喝绕，悲剧了。